们的鱼豆姐姐，我现在正在找我的口罩呢，我的口罩不知道放到哪儿去了，这个箱子是空的，里边什么都没有，我去楼上看一看。那难道是在这里？嘿嘿，果然在这儿啊。哎呀，我的口罩又不见了，会放在哪儿呢？这里有一个保险柜。可能你锁在保险柜里了。怎么可能啊，一个口罩而已，有什么好藏的？不信我打开让你看看。我先去楼上找找钥匙。钥匙会在哪儿呢？哎，在这儿，放在阳台了。下去把保险柜打开看看。呀，口罩果然在这里啊。哎呀，我现在严重怀疑我的口罩长了腿，现在它又不知道去哪儿了。家里怎么多了一块土地呀？这里还有一棵松树苗，这难道是要让我种树吗？把口罩给种出来，那我得去找个铲子种一下试试。哎，找到了，先铲一下再种上。哇，树忽然就长高了，口罩真的种出来了，我的天，这也太神奇了吧。真是太奇怪了，口罩又不见了，难道我家里进了贼？怎么这里有一块星辉石？莫名出现的物品肯定跟我的口罩有关。走上楼去看一看，阳台这里多了一块地心石块，拿一下看看怎样啊。哎，你是谁呀？你是不是偷我口罩的贼呀？不要胡说，本姑娘可是月神嫦娥，我来你家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。愿望？那可以给我变好多的零食吗？不能。那可以让我变成仙女吗？不能，我的法术很弱，只能变一个小小的东西，比如口罩。那好吧，我要三个口罩。变，给你一个，我只能变一个啦。哎呦我去，你这法术确实很弱啊，看来学法术的时候你肯定进偷懒了。嘿，给你变完口罩就没有法术回月球了，这几天就在你家休息吧，听说你家有很多好吃的。哦，难怪你给我变口罩，合着你看上我家好吃的了。哎呀，讨厌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鱼豆姐姐的话记得点上关注，爱你么么啾。